主播，只有技术，没有风格。当我的技术不足以吸引观众的时候，就该是我去端盘子努力的时候了。曾经黑夜苍穹漫长。 去死吧！坏了，吃没吃到炮车？垂死之人的喧闹！后白王应该想来抓咱，但是目前他在下面，还抓不了我。 垂死之人的喧闹，你就是虫子。Shut down。哎，防御塔现在是真夸张。An enemy， 一切都将崩塌。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再追我就死啊！真的，我也不跟你多逼逼。 砍不砍，咱也不带，管他的，除非他加强，要不然咱就不带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都是蛮荒的血，粉碎吧！ 哎，我操！这都没给他打死，娘了个蛋！防御塔炸我2300。 功能完毕。科学的甜美清晰。诺克萨斯。 OK， Ace 的。 还是要带麒麟神剑，不带麒麟神剑，这个蓝量还是很缺的。这点攻速的话也没啥必要，带麒麟神剑吧。至于这个链子呢，就给他们家的俩 AD， 仨 AD， 俩 AP， 给他们家 AD， 给他们家 AD 之后，我就做 AP 了。虽说这三个 AD， 但是老司机伤害可以忽略，打野位不打我，唯一打我的就一个 ADC， 我也主要杀他们家 ADC。 链子给 AD， 剩下做魔抗，完事儿了。没啥打野。科学的甜美气息。 Double kill. OK 了，拿下了。
操的，没有兵后面。